今天在这边一个一户村民家，然后我们主要进对电路和电表还有电源对开关进行了更换，然后装上了新的电闸，然后换了新的电路，然后以及我们对这张电路进行改造，然后加了开关，还有插座，然后包括那边也加了开关和插座，然后我们把他们这个房子里面的灯进行换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节能灯，然后也更亮了，相对比以前他们老化的电路来说要好得多了。洗手，没有开关，用一点在牙刷上是吧？
有山，你有山，我有山，我有山。哥哥，这样，对不起。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好吧，很好，全身都很想学多一点语言，真的很乖他们，只是他们太踊跃了，现在我都有点喉咙痛了。现在来这儿感觉怎么样？感觉啊，也不错啦。我很开心教到他们一些新的语言，我觉得我教他们法语，他们虽然讲的不太标准，但是他们都很想要学多一点，我真的很喜欢他们这样子的。嗓子好疼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声音好大，好多人，好吵，好累啊，嗓子超痛。对，高兴不高兴？吃的土豆丝，昨天晚上吃的土豆块，今天中午我们要吃土豆片了。好，中午我们吃什么？有没有肉？没有，没有肉，没有肉，没有肉。没有肉。嗨，现在在做晚饭。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你在何方，笑容在脸上，和你一样大声唱，为自己鼓掌。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哪怕会受伤，竣工典礼正式开始了。首先我们邀请到香港吴子乔基金会代表何朱坤先生发言。这个莴苣这个项目，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吴子乔第一个文上的项目。这个项目的规划是六个星期之内规划好的。李先生的新头部队他来，李先生请，请。首先呢，来到这个机会，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从零开始，这个文化就没有思索的，给他们。但是这个呢，但是代表我，看他们办得好不好。啊，不好了，要骂他们了。啊，这个全村的卫生就是您的家业了。好，我们首先的马老师让我们站起来吧。马老师，老师，马老师，过来。
我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关注，太感谢太感谢了。那我得多的回家了，太谢谢了。谢谢你好。啊，最后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昆明理工大学的代表国军校去发言一下。那个之前何先生也说过，这一个厕所是那个吴子桥基金会的第一个民生项目的落成，砖一块砖的，带着村民一起垒起来。我们希望这个厕所的设计和他的思想能改变这个村里面以后的一种卫生条件和状态，然后从而也给他们带来新的生活。谢谢。好、哦，来了，今天我们的袁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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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几句话。来了，袁斌，袁斌，袁斌，好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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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这些天呢，就是从18号开始，我还有邵成川，还有张坤林，我们三个第一批来到这个地方，就做一些准备工作呢，是我们。重庆交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当然还有中央民族大学四所高校的志愿者来到，共同粉刷墙面，共同见证整个一个厕所的一个竣工。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对。但是呢，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我们一个完整的生态厕所建成落成，对，我觉得我们大家心里都有一种激动的一种感情，这就是我们大家。在这里所做的一点小成果，啊，我再次表示对大家一个衷心的感谢。好，谢谢袁斌了。好，那现在就请何先生把这个奥沃组的公共厕所交集承诺书交给卢川子。好，掌声鼓励。怕有风浪，风雨之后才会。